说诸佛所起之集，分别说到诸成非，未成彼则非念，欲色有极见，说是自住的，亦使之所起时宅，亦所住一集。眼识等断灭说，无常或作灭见，而未说常住，尔时大会菩萨。以记问言：彼诸菩萨等智，求佛道者酒肉，及与通饮食，为云何为愿？无上尊哀悯，为演说于夫所贪的臭秽无名称，虎狼所干事，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诸过不食，为福善为愿，为我说食不食，罪福大会菩萨说即问已。复白佛言：唯愿世尊，为我等说食不食肉，功德过恶，我及诸菩萨于现在未来，当为种种妄食肉众生分别说法，令彼众生慈心相向，得慈心已，各于住地清净明了，即得究竟无上菩提，声闻缘觉自地止息矣，亦复载成无上菩提，恶邪论法，诸外倒背，邪见断肠，颠倒记的，尚有遮法，不听食肉况复如来，世间救护，正法成就，而食肉耶？佛告大会：善哉善哉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当为汝说，大会白佛为然受教。佛告大会：有无量因缘，不应食肉，然我今当为汝略说，为一切众生从本以来辗转因缘，常为六亲以亲想故，不应食肉，驴骡骆驼虎狗牛马人兽等肉，徒者杂卖故，不应食肉，不净气分所生长故，不应食肉，众生闻气悉生恐怖，如旃陀罗及盘陀等狗见憎恶，今不群吠故，不应食肉，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，不应食肉，凡于所事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，不应食肉，令诸咒术成就故，不应食肉，以杀生者见行起时身畏的故，不应食肉，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，不应食肉，令口气臭故，不应食肉，多噩梦故，不应食肉，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，不应食肉，令饮食无节粮故，不应食肉，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，不应食肉。我常说言，凡所饮食作食子肉相，作服药相故，不应食肉，听食肉者无有是处。复次大会，过去有王名狮子苏婆娑，食种种肉，遂致食人臣民不堪，即便谋反，断其俸禄，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，不应食肉。复次大会，凡诸杀者为财利故，杀生屠犯，彼诸愚痴食肉众生，以前未往而捕猪肉，彼杀生者若以财物，若以勾网，
取彼空行水陆众生，种种杀害，徒犯求利，大会亦无不交，不求不想，而有鱼肉，以是义故，不应食肉。大会，我有时说，这五种肉，或是十种，今于此经，一切众，一切食，开除方便，一切息断。大会，如来应功等正觉，尚无所食，况食鱼肉，亦不教人，以大悲前行故，是一切众生犹如一子，是故不听令食子肉，尔时世尊与众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曾昔为亲属，彼会不净杂，不净所生长，闻气息恐怖，一切肉与葱及诸酒蒜等种种放一酒，修行常远离异，常离麻油及诸穿孔床以彼诸细虫于中极，恐怖饮食生放，一放一生诸觉，从觉生贪欲，是故不应食。由食生贪欲，贪令心迷醉迷，最常爱欲生死，不解脱为利杀众生，以财往诸肉而俱是恶业，此堕教呼吁，若无教想求得，无三净肉彼非，无因有事故，不应食彼诸。修行者由是悉，离远十方佛世尊，一切贤科德，辗转更相识此堕，虎狼类臭秽可厌恶所生长，于痴多生陀罗，列施檀陀众，或生陀夷尼，及诸肉食性罗刹猫狸等变于世中生复相，与大云央决力摩罗及此能加，今我昔至断肉，诸佛及菩萨生闻所喝得食，以无惭愧生生常吃明先说，见闻已已断，一切肉妄想不觉之故生食，肉处如彼贪欲过，障碍圣解脱，酒肉葱酒蒜息，未圣道障未来世，众生于肉于吃，说言此尽无罪，佛听我等时时，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之。俗生厌离修行行，岂时安住慈心者，我说常厌离，虎狼诸恶兽可同游止，若食诸血肉众生息恐怖，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，食肉无慈悲，永被正解脱，即为圣表相，是故不应食得生犯，至重及诸修行处智慧。富贵家私游，不食肉能加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。underscore underscore underscore